有一好朋友又想吃肉又想减肥，这还真有点难。这不是在说导演吗？导演是你吗？为了满足他这需求，咱使这个素菜一样给他做出肉的味道，酱汁得到位，一勺的蚝油。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啊，一定要用开水把蚝油卸散，只有这样才能让蚝油的鲜味完美的诠释出来。调好的蚝油汁加入蒜泥、生抽、白糖两克就够，一点点鸡精、米醋，加上小米辣、芝麻、葱花，油烧到七成热，就这呲啦一下，咱把这酱汁啊调匀。蟹味菇、白玉菇、干锅焙香，码个盘，食材也准备好了，给它来一个灵魂酱汁。就这汁儿，煮什么都好吃，可千万别小瞧这碗汁儿。这俗话说得好，浓缩的都是精华，这里边广香料就十几味。汤汁呢，下锅之后简单的煲煮两分钟，所有料香的味道融入到这个汤当中，就可以起菜。您往这食材上这么一浇，这菜啊操作简单，烧开之后两三分钟一关火就齐活了。导演开饭了，真不错。满足你的需求了吗？十分的满足。